47岁的富豪小小超李泽楷今天宣布跟为他诞下三子的梁洛施分手。有传梁洛施获得逾30亿元的分手费。过往跟在小小超身边的他，周身名牌，充满贵气，不但安排他入读斯坦福大学进修英文，甚至传出豪赠他2幢3分式豪宅、5000万现金和珠宝做生日礼物。分手后现年24岁的梁洛施最近却深居简出，频频传出走出阴影、结交新欢的消息。近日由凤凰变回平凡麻雀的梁洛施跟母亲低调返澳门探亲，素颜的她身穿 T 恤的搭配破洞牛仔裤，打扮十分朴素。最近梁洛施疑似澳门新欢 Adriano 得到曝光，据知 Adriano 是梁洛施14岁时的初恋男友，有传最近两人成功再续前缘。 Adriano 还在微博抛出一张与杨紫琼的亲密合照，似乎也是娱乐圈中人。另一边，李泽楷也同样精彩。小小超贵为城中超级王老五，自然不愁女伴。恢复单身不久，先后被拍得与公务出身的80后梁文颖同游新加坡，即跟名媛叶良美兰的中欧混血侄女29岁大律师梁芳在中环约会，女友如走马灯转。不过真命凯女郎始终成名。